就真的很开心，把前年的一个小遗憾给弥补了。因为这次有很多我几乎没有尝试过的项目，比如说像1500、800还有400栏，面对这些长跑或者是这些中长跑的项目，就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主要还是后面的续航力及耐力。那这一点是我还很不足的地方，我在比赛前我都会很紧张，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完成。虽然过程中也是有很多艰难，很多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但是很感谢我的身边有父母还有治疗师教练一直在帮助我，所以对我来说这八面金牌不是我一个人得到的，是我身边有我身后的人一起推着我，这是大家的八面金牌。谢谢。这次去听奥就是也是我第一次出国，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很紧张也很兴奋的心情。给自己的目标期待就是努力在时差、气候、食物的问题这些重重阻碍之下，我可以好好的去调整我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让我的栏架成绩可以好好的表现出来。对。